阿泰的队在第一场这个两边的分球，平手平打两边的分球，还是非常奏效的。反观泰国队呢，失误多了一些。前场封网还是比较快，但是相对来说失误也是比较多。Second game, Lawal play。第二局。出界。软打。哎呀，着急了一点，机会已经出来了，泰国队2-0。哎呀，又是一个。那么中华台北的失误还是前三分送了两个。好球。实际上是在平手中攻守转换，泰国队判断失误。啊，泰国队这左手拳的力量相当的大。斜线被封住了。泰国队的第三拍的一个平手平打，这个左右分球，多了一些。最后补，好球，假动作劈掉，给了往前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往前失误不断。好球，打了一个大空当。积极，泰国队还是落后，6-8。平手平打，
球，轮番进攻，他拿下了这分，7-8。好球，接内，应该是接内。8-0。好球，往前逮到了一个扑球，扑了一个追身。台湾队要求换球，台北队还对此有争议。主裁没有换。头发后场漂亮，这也是关键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球。头发后场反手，因为对手还是接发球是左手接发。啊，第三板没有拦住。泰国队偷了一个后场，啊，出界了，好，泰国队11-9。